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智慧建筑协会温秀玲名誉理事长。我是普大实业吴玉伟经理。智慧建筑是现代的空间趋势，卫浴系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究竟智慧建筑与卫浴体验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锁定 FM97.7 乌高马蒂斯，与你分享卫浴趋势，智慧建筑 style。